位大德阿弥陀佛，我们现在在澎湖那个大海边，做第68场慈悲上供下施烟供药供，做各种功德。当然，也希望各位加入，在你的家里供个水，点个香。我们需要汇集更多的悲心啊，更多的甘露，来帮助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边有一个一般的大湖牧区都有一个大烧金银纸、烧食物的地方。当然，感谢这边的负责人，他非常认同烟供施食啊。飞机飞过去，哎呀，希望飞机都平平安安，更回向东航，还是过去飞机罹难的所有的都离苦，所有的飞机以后开车啊，开飞机都平平安安。也就是说，各位，你要所谓功德，不是说哪一样是功德，而是你对每一件事情、每个友情、每个地方都关心啊。这个关心，就算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一颗心，光一个水就有无量功德啊。你就算水没有，你有个声音为他们念阿弥陀佛、念观音菩萨啊，所以都可以利益无量无边。所以现在他们正在做大烟供，那边呢做大药供。哎呀，居士慈悲，买了很多很好的中药、甘露、妙药啊。那各位就看到这边是大海边，那希望海中所有罹难者都离苦得乐。很庆幸下午本来一直下大雨，不可思议，说要开始做烟供，哎，雨就停了，风凉凉啊，真是太好了。而且这个时间傍晚又是大超度，各个寺庙都在念小蒙山、大蒙山，我们都汇集这些功德来融入上供下施。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，我们要善用其心，要我们的心变成广大心、空心。什么叫空？跟万事万物、跟友情、跟所有法界都合为一体，一切唯心造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我们的心要跟十法界合为一体啊！我们的心融入佛的法界，我们发起菩萨的心，我们希望声闻缘觉都以解脱的功德供养给众生，我们的心跟六道众生都合为一体。这就是我们学大乘佛教的所谓的菩提心啊，是所做的功德都没关系。特别清明节到了，所以后面是一个大大的纳古塔、怀恩堂啊，而且这个地方风水很好，各位看到大海啊，土地这边装饰的很好，所以而且整个怀恩堂里面，我看过这么多地方有最大尊的地藏王菩萨，然后里面呢摆设非常整齐，管理人员也信了佛教的因果，特别真心的在供养地藏王菩萨。有时候我去看很多地方，地藏菩萨是个商品而已啦，装饰。但是我来到这个地方，里面的管理人对地藏王菩萨的虔诚啊供养，所以当作自己是地藏王菩萨的弟子的在帮助。然后这一间呢特别啦，这一间是无事孤魂，就是哎呀这些没有人拜的、没有子孙的，他们给他汇集在这里面，然后摆个地藏王菩萨。所以这个地方真是一个慈悲大道场，各位已经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虽然你人不在这个地方，你心在这个地方啊，你有这个悲心，对三宝、对护法善神、对所有往生者啊、对所有无事孤魂，大家升起大悲心，融入这样子的功德。所以这个功德就是悲心，那悲心就是佛心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升起的悲心以及愿成佛的菩提心，你跟十方诸佛就合为一体。那十方诸佛跟谁合为一体呢？十方诸佛跟法界众生、跟轮回受苦众生合为一体，那就达到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大功德。所以愿大家这个时候用这个方法供水、供灯、拜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孝顺妈妈、爱护儿女、爱护先生、爱护太太。讲到这个，各位要特别讲，我发觉最近很多人问我很多家庭问题，合不来啊，疫情时间不用上班，他家关在一起合不来，那就是没修行。修行就是包容接受，智慧如虚空，好，不能说好的我才要，不好的我不要。哎，我先生跟我讲话笑了我就快乐，我先生跟我讲话冷酷我就不快乐，那就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他的问题，他是正常的，是你不正常，因为你在修行，要有这样圆满的空性。所以来来，为诸众生以此大甘露药供，
供养三宝嗡阿吽，供养护法善神嗡阿吽，供养六道众生嗡阿吽，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嗡阿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嗡嘛呢呗咪吽，嗡嘛呢呗咪吽。我们继续要念，那各位就继续功德，我就录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明天后天我们天天会找地方一直做。各位你要比我更努力啊！我做这个是个示范。你喜欢放生，你喜欢供灯，你喜欢念佛，你喜欢忏悔，你喜欢拜水忏，你喜欢打坐，你喜欢念巴利文，你喜欢念咒语都可以。大家用同样的心，法无高下，没有分别，但是同样的大悲心来关心整个世界啊！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希望乌克兰战争赶快和平，希望病苦人赶快恢复，希望贫穷人赶快找到工作。整个法界都是我们共同关心的慈悲道场，所以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。我等与众生皆同享甘露，皆永离三途，皆信愿往生十方净土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大家同享功德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